一起。
无量无边大圣起见故名。
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一切诸佛所不念。
诚实也如等众生当心时常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